此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必要惩戒。Yeah, what are you looking at? 刘昌平，罚俸三年。What are you looking at? 并要将西平港亏空的白米全数补上。其他涉事官员知情不报，罚俸一年。至于百里元，此时获俸，以海上行商的证照，要被市舶司收回三年。你也算是没辜负你的姓氏。谁？百里元因为胡叔夫人去世，谁为您鞍前马后，再死不辞。夫人，臣犯下的是死罪，就算是罢了官职，也只能算是小成大事。您还让我出任西平党刺史，如此一来，有失朝廷法度。臣觉得，陛下赐本宫巡天之令，在这西南一带，本宫的话便是陛下的话。Goodbye。本宫的决定。便是陛下的决定，刘大人可有异议？臣不敢，臣